开了两个月，就是今年的暑假七月到八月。那跟两位合作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愉快。高秉，我觉得他也蛮有，就是台湾男人的那种魅力。因为其实我不是典型的帅哥啦，我算是比较偏型男的。啊，这是我第一次有电影的那个经验，所以我觉得非常的荣幸有他们两个人带领我，就是进入这个世界。所以我觉得怎样？带你进入这个世界，好像我们是好像我们两个是爸爸妈妈。对对对，所以我非常祝福。他们那边，哎哎哎，喂喂喂。